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好莱坞电影《魔兽》在京举行发布会。喜欢吴彦祖的宝宝可真的是福利多多，不但可以跟偶像近距离接触，吴彦祖也心情大好，与粉丝自拍起来。喂喂喂，这位同学手机壳可真的抢镜啊！发布会上，吴彦祖中英文切换毫无压力，嗓音深沉，让人沉醉。第一次抛弃颜值饰演怪兽，吴彦祖表示特效拍摄过程很辛苦。当记者问到为什么演出《魔兽》这部电影时，吴彦祖表示自己本来想在家里带孩子，但是老婆是《魔兽》的忠实粉丝，便一再怂恿他接下这部戏。Lisa， 我们该是感谢你，还是感谢你呢？那个时候我刚刚生了我第一个宝贝儿，然后跟老婆答应了她，我会休息一年，为了陪宝贝儿。那在这一年当中呢，他们就找我拍这个角色，然后跟老婆说，有人找我拍美国的片子，他说你答应了我，你不会再拍戏，你会休息吗？我说那是 Warcraft， 然后他说啊 ，Warcraft 必须要拍，你必须要拍，所以就很快决定了。有鬼才导演，华丽特效，实力演员集结的豪华版 IP 巨制，各位喜爱魔兽的玩家一定按耐不住要组团去看了吧。